家居安全指南。使用家用工具时的安全措施。家用工具包括剪刀、园艺剪、螺丝刀、钳子、锤子、把手，甚至螺钉和钉子等等，会对儿童造成致命的危险。请使用工具箱或柜子来储存你的工具，确保每次使用后将工具放回储存位置，确保儿童无法取得工具，时常把工具柜子锁上，如果使用工具箱，应把它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。